GR86 Submarine 特别潜水版。对，这个是 RX450 H 的 High Spec 的这个 Hybrid 车。看这个车骨是没有 Y，但是你的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日本最大的坟场。对，什么叫做坟场？阿车的市场。这个叫阿车市场，真的啊！你自己看，这整个地方都是所有的我们的这些所谓的 RA 车，就是那些还没有修理的、还没有修理的车、啊。我们在这边会看到很多马来西亚人在这边。对对，哎，喂，别叫别叫。很多外国人就会在这边收刮啊，买一些车回去，然后修好了卖回去他们的国家。对对对、啊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有哪一些很领紧凑的车。对啊，还有被录到但是价钱很里面啊，等下我们给大家看。 OK， 来，各位，我们要找一辆 Alpha 来给大家演示给大家看。对，就是他们怎样修回去，但是我完全找不到 Alpha， 全部给马来西亚人买回去了。给你放，没有嘞，真的没有嘞，真的没有。好、啊、我们来讲 BRZ 来这边。好、啊，各位、啊，这个 BRZ， 因为只要车可以动，就可以运回去马来西亚。然后这辆车呢，你看它、啊、这样子的情况啊，还好好的。换盖 ，fender， 对 ，bumper， 对。然后里面东西修回去，要换的换那个那个 support， 对。然后这样它就可以正常行驶了。对，你看这个里面，如果你可以照里面啊，你照里面一下，你看一下，这其实里面好好的，你看一下。啊，这全部好好的，它只是 bonnet 盖啊，还有中到水柜吗？看一下。水柜有。重啊？有重一点。重一点，它没在这里。所以其实这里呢，如果以我们 Malaysia 的技术啦，是 sub 水啊，sub 水可以刹车，刹车，死了喂，没有电钱，没有电，有一些动到大铁，有一些没有动到大铁，有些是重玻璃盖罢了。看一下 William 最喜欢的一部车。OK， 好像我们看到这辆车，讲真啊。真根本啊都没有事情了。对，讲真，其实你看水箱没有事情，水滴在前。因为这辆车大铁全部很够力嘛，对不 对？那么其实是整套版本换过。换摩德里萨的给啊。换摩德里萨下面那一套这个有了，这个就换掉烂掉。对，其实这辆车是完好的。对，我们是可以买回去。玻璃盖很好，玻璃盖很好、啊。但是我不鼓励啦，大家就是。对，可是要便宜的话。你像以后会有后换，不知道吗？是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。这辆车只是前面碰撞，喂，它里面的condition不要玩嘞，喂，美嘞，这辆车喂，二十七千 R3的车，2021年、，bleach color， 拿，你看它的椅子后面 ，brother， 哦哟，全部星星啊，朋友，真的很美的嘞，啊，这个就是其中一样的，很美的内饰，但是外面有一点小创。全部有在，有什么有在？你看啊，我们的那个距离啊，对，根本都没有 smash 到进去里面。对，所以大铁全部量好，你看到下面那一只啊？对，下面那只银色的，看啊。这个 core support 全部都还有在，只是一些条这些歪掉。这个没有问题的、啊。这个你看，那螺丝脱掉。对。所以这里这辆车不错了，你看他们也是来看他开这边的，看啊，来了。我会跟他吹两句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做 USA salesman。可以。来，我们再看别的。不要以为你自己技术很厉害，对，小马力就可以乱加，对，也、okay、是要录到这里金龙高这个后道龙根系统，可是里面还好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玻璃会这样子翘起来吗？为什么？就是、因为这个玻璃大片，它里面有一个装置。OK。这个，我们所有 MSI 都有的。哦。我们所有的 MSI 你看得到吗？就是这一只东西，这个 MSI 这一只东西呢，其实是放在这边的。一窗要包 airbag 的时候，它就撑。果然是 MSI 撑开了这个，因为它怕它 smash 到里面去。对，所以它已经烫上一点。对，它 smash 这个，所以 MSI 很安全的这样。来来，等，再给它看一下，它报告是怎样的，我给你看。无效。就是这样。无效。对。哎，我第一次看过这个 Lexus airbag， 这个就是烧到旁边。对。然后因为现在的 airbag 都是。Detect by 什么方向爆哪里的 airbag， 你省掉了很多 repair cost， 因为如果你冲前面，后面整车开到完 airbag， 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我们其实 airbag repair 回去 ，bodywork repair 回去，对，就 R 车喽。这个是 RX450H 的 high spec 的这个 hybrid 车，你看这个开不到了，它已经是不进去了，这个也开不到了。换两个门，打一下盲杆喽。对，这个算是 V B 勒没有护到。换两扇门罢了 ，BB 勒没有弄到。啊，车就是这样。那天我客人问我，哎，有没有一辆 MX5 啊？大概8-90千这样啊，要硬顶2.0的。我觉得有啊。有，这边来，
八九之间，八九之间。什么价钱就有什么车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它会少一点点东西。对，有一点比较像定国松，哎，定个沙丁鱼一样啦。啊，对，有啊，三米都没有。八万。对，有有。还有些之前啊，要买 MS5 六万啊，有有有。这里。硬顶。硬顶。而且是。还有 Bose Sound System Bro。啊 ，Bose Sound System。这里是 ND1 Auto 啊，还有 Auto Auto 啊，来来来 ，Auto 有。对。什么车嘛是有，对对对，各位各位，我们找到一辆极品车，极品车，我觉得很便宜，这辆真的很便宜，然后很简很美，看一下，你修一下，你修一下啊 ，surrounding， 然后我们有 N 开的 rim， 对，啊，美美 ，RPF one 很美，真的很美，这辆车真的太美了，对，真的真的，对，这辆车我们现在卖九万吧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对，看一下。啊！祝你恭喜发财耶！就是这样的啊，这辆就是真水车了，各位。对对对。啊耶！所以呢，真水车呢，在马来西亚呢是救得回的，救得回，只是把 seat 全部拿出来换掉 ，seat belt 也换掉，里面盖被下面啊拉拉上来，再跟你照过，你是 feel 不到的啦，你是感觉不到。对，如果我们是做坏事的，我们就买这个回去。然后全部照完了，因为讲真，我们买到这辆车是非常便宜的。我拿到回去，我照干净了哈，然后拿来卖。哪位？啊，自己写位。冠军水啊，冠水车什么？冠水车两公斤，海上热用。啊，潜水。对，这个是潜水用的。GR86 Submarine 特别潜水版。对。最好的 agent 车就是这两个。对, 对, 对。来，各位开看。agent 车。来看这辆车啊。对。如果看外观，应该有四分半到五分呐、啊。我觉得是可以接近五分啊。对，这辆车我卖你，其实讲真，220千，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过分。对，对吧？对 ，engine 供了。来，我show你一下为什么 engine 供过来。哎，这辆车是新型的，我跟你讲。新到啊！新到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肉本的那个味道还有在里面。2022年12月份的。对。都不到一年了，1277公里，1277，而且什么不动现状，就是这个引擎已经是 GG.com 了，连保险都不要搞定啊，就完蛋了。所以这些车呢，还是有人会买的，因为里面的 condition 美美，里面一个花纹都没有，一点花纹都没有啊，这辆车1000km 了。你秀一下里面是怎样，里面美美，星星啊，这个有点伤，伤车骨路的，路掉了，那个轮胎都断了。车骨是没有歪，没有歪，但是你的车脚这样很难坐回去的，你的车脚全部撕裂啊。下面那个 low arm 啊 ，low arm 全部用梗了，然后它又中了 bodywork 哎，后面又中哎，这个不值得修的。好，各位，如果大家不想要买到你的所谓的新车，你的 recon 车是这样的车呢，有事故的话最容易吧，去我们的网站买一个报告 ，auction 报告。你看这辆车，全场最低的一个报告的价钱。你看这辆车，如果到了马来西亚，就是有 cover 了的，美美碎碎你也不懂了。对，所以各位，如果你们不想买到这样子的车，你们去我们那边买一个 auction report 就可以了。因为可以在这边买到的车呢，其实大多数都是出问题了。对，在这个场面，在这个坟场 啊，在这个坟场买到的，很多人会在这边买车回去修好它。所以你不想买到这样的车，你可以去我们的 website 里面，然后去买这一份报告，让你来看一下到底这辆车以前是什么样子，有没有试过，还是有没有？如果他跟你讲，哦，这辆车五分车来的，很好的什么，讲是没有用的 ，brother， 没有用，你要去买，讲，因为有些时候 sales 的那个人都不知道。去我们那边买一份报告，全网最低的报告，一定是最低的。OK， 那么今天我们的 video 就到这边，祝大家有个美好一天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